大家好，看看今天是几号，大家自己读啊，省得我老说错。我不过这些日子，这些日子没什么重要的，跟我讲的当天的衣食住行也没啥关系。为什么要去记这些日子呢？一个月以前，好像是1月8号的时候，好像19点钟，我老公就把那个，还是7号的时候，他19点钟就跑到这个房间来，把这个，这是厨房啊，他把这个日历，这个红框框就摆到八了。结果我22点做节目，自媒体要做节目，我也不知道啊，就拍了，结果搞得人家都以为我又哪儿不对了呢？其实不是哈，就是一个房檐下两个王，他那儿稍微动了个动作，你不知道。所以说，一个屋檐下不能两个王啊！一有两个王就乱套。红豆豆，好，这是前几天给你们看的是夜景哈，非常好看，尤其是下了雨，那个地上亮晶晶的，还反光汽车的灯。你现在再看就不行了。现在是中午12点多一点，我想试一下哈，12点多一点好不好？这现在是你看到他，你看不到我，哎，你看到我是上半身了，那么你就听不到我的清晰的声音，因为原来耳机和那个就这么远距离，插那个孔。我现在是不用耳机，你能听见吗？咱今天试一次。3层楼，相当于天安门城楼啊。往下看。现在很忙啊，没时间搞这些了，所以调好了，咱们把压缩的、憋在我心里的好多想说的，又还没来得及说的，实际分析啊，重大事件的背后的真面孔啊，说道说道，嘿嘿，想到哪儿聊到哪儿，然后咱们再去看一下天下第一内参，嘿嘿嘿嘿。这个没有耳机能听见吗？我发现前几天我就试了一下，过了这边过不了这边，你过了这个距离又不好把握了。过了全上半身你们都能看见，耳机呀、戴在这儿的那个话筒，那个你们是能听见的。现在能听见吗？有那耳机这么近距离的就在这儿好吗？试一试啊，这已经超过耳机的权限了，线的长度超过耳机了，所以我今天试一下，不用耳机看行不行，能不能拍出背景也好，声音也好，然后还能一上半身啊。实在忍不住要说的就是。习近平，人家英国总理不给你签字那"一带一路"，你就不向内找找啊？啊？你脱离中共，那保证他签。再说了，你那个"一带一路”，说老实话，有大唐盛世，你还"一带一路"干啥？你再怎么"一带一路"。重大的历史工程，啊，人文工程，你能大过唐太宗去？那智慧，那引得万国来朝，根本超不过唐太宗的呀！唐太宗是所有帝王的典范，去看看，大纪元独立的自由媒体那是高人的评价，那可不是分子层次的记者和评论员的评价，那是高人的评价。他是，能看见我吗？我就是怕这个，顾了那边那个远景，
又顾不了我这边的，在中间的镜头，也顾不了声音能够近一点。如果我近，我就是戴耳机，戴耳机这个东西在这儿，我还戴耳朵在那儿，现在超过耳机的线，咱们试一试吧，看今天大家能不能听见。就是说，一带一路你再有特色，再怎么能够把亚洲人民、中亚人民、东欧人民、中欧人民联系起来，欧亚大陆联系起来，还想弄第二个成吉思汗呢？没那时候了。那些先王他是承上启下，老天爷给他的使命，让他横穿欧亚大陆，去把人类最古老的文明，5000年的文明传播给那些游离部落的人，然后把这个亚洲还没有大汉大唐涉及的大宋的历史文化，涉及的元朝那代时期的之前哈唐就算它是宋朝和元朝中间吧，那段时间欧洲还很荒蛮，那是上帝的使命，让成吉思汗穿到欧亚大陆去，然后把常人表面上词儿是侵略，但实际上不是侵略，那是秉承天意，替天行使了一个把这个汉朝、唐朝和宋朝的先进的一些文明多多少少吧趟出来，往那边送，让那边知道，别在那儿，那时候那边啥都没有嘛，也只有个人呗，还没有工业革命，所以需要这么人承上启下，真就是好，需要有这么个人，就是把文明往那边送，往那边眷顾，往那边护佑嘛。神的子民嘛，他总是要想办法让一个神人间的谁代表他去完成一下，只有马队才可以嘛，所以只有那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些神的子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谁也打不过他，谁也敌不过他，所以就常人的词儿叫侵略到欧洲了。你现在推广传统文化，你在那些土耳其店、阿富汗店、巴基斯坦人开的店，因为这些人他没有文凭嘛，这只能开是这个。餐馆呐、洗染店呐、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基本上都是餐馆。哪儿有富人区、富人街，他们就在哪儿开，你根本躲不过他们的，所以就跟他们聊呗。所以就知道了，哎呀，真的没有人不知道成吉思汗。没有人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世界大同啊，全都是一体的，什么欧洲人、亚洲人、中国人、蒙古人，全都一家人。那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元朝的地图啊，他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嘛，忽必烈的时候他是元朝了的王，他把那个什么不丹呐、巴基斯坦呐、什么什么什么，
越南、印度这边，还有这个阿富汗那边，还有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反正伊拉克那边全都是汗，三点水那个汗，全都是他的子孙风帆，当一个国的王，那他的小弟弟就为了不跟他打架，就自己当王在那边。在这个巴基斯坦和印度那边，我估计今天的越南、柬埔寨还有不丹还有印度差不多都是他的那个小弟弟忽必烈的小弟弟那个王风帆的国家，那个一直到他孙子那一代呢，就他的小弟弟，就忽必烈的小弟弟，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小孙子啊，第四个孙子吧。所以说你能跟那个朝代比，你今年六十五岁还有多少年头？好好模仿唐太宗大唐盛世怎么把尊崇仁义礼智信儒释道把这个推广推广好，不要迫害有信仰的人，然后呢赶紧解体党文化。那今天那个我看那个有一篇文章，1000年前有一个整个一片地区一片国家突然就沉到海底，你老违背天意，真的有一天可能中国也就这样突然沉到海底。神呢抓，原来有一个特别高的大神抓那个，他以为这个城要毁灭了，一把这个城的生命都攥在手里头，保证都不会毁灭哈。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好心呢，第二天早上一打开手一看，全都是黑水呀。为什么呢？比他更高的大神要做这件事，他是低层次的神，分子结构的神没用，原子结构的，中微子结构的，夸克结构的神，同时同地啊，不在上面，同时同地，就在你身边，你看不见的，层次不一样，越细腻层次越高，空间越大，威力越大，你怎么理解吧？所以说，英国总理不签，你真的要好好向内找，不是说你习近平这个主张欧亚大陆，哎呀，扩展你的梦、你的理想、你的文化不好，就是有点是不是重复劳动，是不是扬州炒干饭，人家先辈都炒过了，你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权抓一抓，人家才带进你。我在退党、退团、退队达到了1亿5000万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瓦格纳歌剧节发这个，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信息的一个传单，多少主流社会的人看歌剧的人都是主流啊，主流的主流啊，那都是跟中国有生意的，50%是跟中国人有生意的大老板来看歌剧，他就要那个范儿，听懂听不懂要那个范儿。但是我拿这个，今年我拿这个神韵的预告片歌剧节试了试，听懂的10%吧，最后发现顶多撑死30%，就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名利场而来到瓦格纳歌剧节，根本就不是为了就是真正来品音乐品歌剧。当然他那些歌剧有的确实也是变异了，
瓦格纳歌剧，我记得有一个歌剧评论家，还是反正是戏剧评论家说过，瓦格纳歌剧是在非常好的一个时期，莫扎的歌剧非常祥和的那么古典音乐一个平和时期，突然来一个特别高的滋儿哇乱叫的一个歌剧，把那个宫廷音乐、室内音乐的那个交响乐呀、啊，还是歌剧呀、啊，的平和的那个东西给打乱了。有人说是旧岁，咱不管了，因为现在也没人，没有高人写出更好的评价。那天在那个招商会上，有一个老板，他是那个豪华车的这个，现在哎呀，富人不就是愿意攒豪华车嘛？在这个装饰品不一定是小汽车、小货车、小坦克、小飞机，不一定是非得儿童玩具啊，它就是玩具展，它把儿童去掉了，你听懂了？玩具展，玩具博览会，那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博览会展出的都是有儿童的，也有富人喜欢的装饰品。一个坦克这么大，10000；一个车，它就是不要塑料的，一定是那个车是什么金属，我这个车就是什么金属，这叫豪华车。装饰品专门给打入主流的，就是主流和主流之间，你要是啊求谁办事儿，像展示项链、展示名表一样，它就是我就要这个范儿，我家玻璃柜里头有这东西，它就这个东西装饰品。人家到你家来做客呀，参加生日 party， 一看你家柜台上好几个500块钱的装饰品，那不就吓一跳了？10000块钱的真合金呢，坦克的真材料的金属制造的那个坦克，吓得要吓死那波客人了，尤其是注重名利场的那些客人。就是他就要富人，有的人他装饰品就是要这个范儿，所以这是一个领域了。推广这些东西也能接触主流社会，然后你的客户也都是那个阶层的人，然后那个老板也是要那个范儿。反正就是说，话又再拉回来哈，你在那样的场合，德国国家级的部长和巴伐利亚州一级的部长，还有世界各地的歌剧的粉丝、歌剧的这个爱好者吧，慕名而来，还有60%都是固定观众、长期观众，就是能买得起400欧一张票的人，看7×400欧，想的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前几年都是280，那7×280，你想想，每年都来看，那得什么人啊？那得富的冒油的人。他们都说，因为有时候7场歌剧都是一拨人嘛。第一天没人反应，第二天，哎呀，共产党啥时候完呢？都这么跟我说。哎呀，昨天我们看了你发的传单了，共产党啥时候完呢？哎呦，我有时候我真的是
你看他们入场两个小时啊，因为他16点的歌剧，他14点就早早的来，开着车，吃着东西，换着西服，然后就在那吃东西，就要那个范儿。还有两场剧场休息，七小时的歌剧哈，16点开演，他18点休息一次，然后20点，或者是19点半、20点休息一次。两场休息干啥呢？就是吃吃啊，没完没了的吃，到车上吃，就要那个饭摆在草地上吃，然后1小时40分钟或者20分钟以后收拾好了，是吧？就是有时候太太进去，老公在这儿留着，有时候老公进去，太太在这儿留着，他们也倒着看，也不是一家都嘛，就是那中等副的歌剧迷吧，医生等级的哈。就是这个意思。哎呦，这阳台上还有水呢，嘿嘿，还有冰啊，滑我一跤，我哪滑呀？就是这些人都不待见共产党，你就是习近平，你就好好想想吧。在那个中南海里头待着，在厦门市府大院待着，浙江省府大院待着，然后顶多最后也到个市上海市市长，咱都是办公室里头待的，你不可能知道这些的呀，你必须一对一跟人讲真相，你才知道。一带一路，英国人为什么不签字啊？还有一个，他这个空间不签字，另外空间可能也不会签字。这个空间只是他人的这一层身体，那么另外空间他还是唐朝的子民呢。啊，英国可是当年的大唐盛世啊，大唐盛世的生命。他再轮回转生，连锅端全都到那边去了。看看60本法轮大法的著作就知道了，其中就有，要是北美巡回讲法吧，去看看吧。这翻墙也不容易的，人家中国人都跟我说了，这次我真是一对一的。说就那一个啊，海外回来的他说翻墙太难了，上不了 YouTube。其他人都告诉我，只要我们想上，交点钱都能上，服务器一天换一个，有的是。那个人没找对软件，他们都告诉我，那个人没找对软件，所以他上不去。而且他是海外回来的，海外回来的都上不去，因为他复杂的环境出高人嘛，越复杂的人他越聪明，越知道上网突破这些复杂的环境，肮脏的环境怎么突破。海外回来的太干净了，他不知道啊，所以说没有，上不了。当时我心里一惊，哎，怎么上不了？上不了我 YouTube， 我那有一天那个点击量是20000，哎，那谁点的？我可不希望海外华人，海外华人太自由了，他点击我那个有什么用啊？我不希望海外华人看，我是希望海内国内的华人看啊，是这意思。因为国内华人太惨了，咱们掰烂了揉碎了，不是给开放的信息自由的环境里的华人看，他们比我看的应该多得多，他们应该去看神乐。哎，我们有个朋友，他老爸每隔一年还两年来一次。来了以后他家天天都是希望之声广播，全都是文化大命的那些回忆录。可有意思，就爱看红潮什么百年真相录，什么什么百年红潮这个真相，还有回忆录，都是有人播讲的嘛，都是连续播讲的，跟那个听评书似的。哇，一唱行迹天下白，一唱小收音机天下白。不过
他把那个洛，那个自由媒体卖的那个小盒子叫啥来着？蝈蝈，logo，logo 哈，logo，logo，那小盒子叫什么？我回头我查一查，因为我那个对我来说不好使。他让他爸带回去了，他爸就可以自由上网的，自由看新唐人电视台，不要大锅，不要那个卫星天线，所以，哎呀，翻墙的办法多的是。Rogo，那个小盒子，哎，等一会儿，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拿来看一看。哎呀，怎么能让大陆这些可怜的人们知道，这咱们就怎么来？我电视下面那个抽屉里头有一个的，这5年前买的 Raku。为什么我没用它呢？这个你就进去以后，然后它就显示，然后你就填表，填完了它就跟 Raku 公司就连上了，就无线上网啊，无线看新唐人都可以。为什么我没用呢？它的缺点是不能，大年三十那个新唐人转播的那个神韵新年晚会不能录，还有你看好的好节目不能录，所以我就没用。我这看中啥东西我要录的，还有。我就是爱收集这些文化，像那文化汉服大赛啊，那好节目，我去 Media Markt 买来那个可洗光盘或者是不可洗光盘，有4个小时的，我就录下来。我要录的，你拿这个没办法录，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这个的缺点就是不能录，那么优点就是在哪儿？复杂的环境，老君的炼丹炉他都不怕，他都能帮你，没有大锅盖，不要卫星天线，都能看到海外的新唐人，还能上网呢，动态网都能看，人民报那两个哈，都能看，Raku 哈，ROKU。Raku， 他那个新唐人的那个顶天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Raku 使用收看方法，那上会教你。就是这个东西，贵倒不是很贵，50块钱好像，50块钱30块钱吧。分好几种等级的，好像我当时我就是要买一个能够录像的，跟录像机接上的。他说不能，结果又说我买的这个可能，他也拿不准，然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了，嘿嘿，哪个大陆的人要？我可以给你们邮过去，我没用这个，真的放文。我们现在是 Cover Deutschland 股份有限公司，电话、手机、无线上网和电视全都是24小时新唐人都随便上的，因为我们跟那个落地的公司是，交的合同，就是全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买手机促销的时候也是占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他就是说，你只要买我们的三星最新款式手机，马上买到2星期以后之前哈。你买了以后，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手机免费半年，
免费打电话半年，免费上网半年，然后才开始算。哎呦，我老公一看这个促销手段，马上就动心了。现在商人可会促销呢，你没点分期付款呢、或者这种优惠的促销手段，人家才不买你的。吹得再天花乱坠，你也得双赢。所以啊，这个没你事，英国总理不签习近平这个习先生的“一带一路”这合同，可能就是没有双赢吧。他们考虑的可不是那个人间生意上的双赢，他们是考虑的是能不能给世代后代子孙带来福利。尤其是那个梅总理，英国总理，他想的还是脱欧以后他那一团糟呢。他那脱欧是这个说老实话，是一个是脱欧，一个是解散欧盟，这些呼声全都是给共产党制造一个空隙。共产党就希望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欧洲这个联盟抱在一团的国家，五个手指头越那个什么越攥得紧。这共产党怕，它是毁灭人类的嘛。所以习近平不解体中共，西方国家不待见共产党，不会有人签的，就是天灭中共啊。你看共产党破坏北京城，哭着流泪保护北京城那夫妻梁思成，你看他那个骨子里头，你看他长得那个善，夫妻俩那女的跟仙女似的，都流着泪劝不要不要不要毁了北京城这几个门和城郭，古老的城郭，你们50年以后要后悔了。这一语成谶，还真叫人家说对了。所以我就感叹这些吧。川普也不会签的，这个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你私人的一个